在这儿了，来吧。他这应该是一头是先绑着石头呗，石头有吗？有拿什么东西代替一下呢？还是石头随便找个东西代替，可以，先绑上石头。他这个石头的这个绑法就是比较传统的包裹式的绑法，就像是很多茶杯的包装上面。还原，绑上石头。它是这样的，这样，没错，一样，对。你看，石头绑好了。哇塞！它这个绑法叫八字环绑法。有点东西啊。钓鱼的时候确实是需要这个绑鱼饵。接下来，我们尽量还原这个照片的样子嘛，对吧？绞好了，拍一下对比图。我觉得是一样的，来手，稍微使点劲儿哈，没事，是，不是你要不舒服你跟我讲，没事，没关系，差不多是一样的吗？看看，对比一下你们，哇，真的绑的已经非常相当之好了。我先趴倒，就是还原一个同样的同款的。其实可以，但是扶住。还原一个同款照片啊！照片是在这儿，真的，一模一样。其实这个绑法自己都可以绑。脚当然和石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就主要是手。主要是手怎么绑这个后面这个结？有一种绑法它会越拽越紧，叫对勾结，就是这样，它会越拉越紧，然后这个口部回来就叫对勾回头结，这样就对了。我们试一下哈，如果假设它这个是小的，先绑上，然后这个手一拉，其实就固定住了，这个会越拉越紧，还真的是，行了，开不开了。哇，你会越挣扎越紧对吗？越挣扎越紧。但我们还要还原的是和图片上还得一模一样。那图片上这种岂不是更好操作了？好像能一个人完成吗？这个再绑一次啊，再绑一次，再试一下。双圆环我也知道，双圆环，因为我们当时停船的时候一边紧。哇哇，真的拉上了，厉害，这个对了。哇，起火，哇，我觉得可以了。哦，紧了，好紧，哇，但是能自己这样开，我就觉得，除非他自己，如果他不想，但是他就是自己把自己绑着，对呀，如果他就绑着的话，他可以不挣扎呀。对，这个动机我们可以后面再考虑。再聊。所以说他是想伪造一个被人杀害的这样一个，也许有可能啊，不知道。现在最起码我们确定了一件事情，这个东西可以绑，没错，